我知道你在顾虑什么，你怕坠入爱河，忘了仇恨。这是你做的。以后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陪你去的。 公子，我可以进去吗？他这人风吹不定，势必会把你弄住。来！啊！啊！好痛啊！你就是南风馆的头牌，你想干什么？ 高强，还怕这个虫子？苏陀，莹莹，苏陀，你是？我是姐姐啊，苏陀。我最近发现了两个可疑的人，不过你放心，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握之中。 究竟是钱庄的什么人？我是钱庄的护卫统领。我不想跟你动手。既然你们都来，那我就成全你，让你们做一对黄泉鸳鸯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张嘴。啊，有点甜，这是什么呀？毒药啊。哎，嗯。 假银票的模板在哪？我把四再次已经被包围了，还不速速投降！能上阳殿指认出我来，也只有苏莹莹，那个丫头会使得吗？如果是，谢依安为何要和他联手调查假银票？够了，芙蓉。我是苏莹儿。不要再装了，就算你穿上苏莹的衣服又如何？我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。 你就不能假装认不出来吗？不能。我心里现在只有苏英一个人。谢依安，救我！